欢迎收看生命电视台。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弘法讲座。如果各位要知道上一节课仁波切讲的转心式思维如何如何，那就是在冈波巴大师的解脱庄严宝论，那我写的非常详细，或是临马派的是普贤行愿啊，普贤上师言教，那是很固定的。那在我们汉传佛教内容可能比较丰富，就像各位看很多大乘经典，什么叫慈心写得非常的十条二十条，什么叫悲心，它有这些形象让我们实际去观修。当然如果要讲到空性，那就像各位看《心经》，你会觉得里面描述了很多，但是如果你在看《大般若经》，它描述了更细。那我的想法是说，这两个如果合起来，你就比较容易作业。比如说，如何达到明空，如何达到空性，那显教的经典，它是很维系的细目写的一条一条一条。那这样你来，就像我上回发给各位除盖藏菩萨48，就是各种发心，乃至在华严经里面他会写得很每一个次第，那你怎么去做？不但如此，经又变成戒条，戒条，那这个戒条有多少戒条，多少戒条，那这样对我们汉人很容易了解。但是汉人唯一缺的就是这仁波切讲条的观修，但是这个观修在我们汉人叫，上回有发给各位超日月明三昧经，还是各位去看很多的首楞严三昧楞伽经都写得很清楚。那
但是如何把这个清楚再融入于你从仁波切身上，他们比较重观修，就是说比如说心经，像我已经习惯了，各位都听我讲过心经禅修，那是我的功课，因为这是卢旭长老规定的，所以对我来讲，我每天都要把这些观修一次，观修一次当然也要跟日常生活相对应。比如说我今天忙了一天，就像我们超度大蒙山，最后会回归般若心经啊。虽然我们做了很多利他的修行，但是你要融入于空性，法界一体的空性。那这些功课，老实说，作为一个修行人，特别出家人是一定要做的，因为你不能随便挂牌做医生啊。让我们出家人出家，没有世间的这些金钱、家庭种种的困扰，那我们必须要把它实际去做。就像我个人，我永远都在整理经典里面的重点，那我自己也观修过，然后再拿来讲给别人听啊，对我自己就帮助大一点。因为毕竟一个出家人，他必须在这方面努力。就像当然佛学院里面，只是台湾的佛学院这几年来比较重论，也研究了很多的论，这可能跟被藏传佛教有一点影响，缺乏对经的，只有除了一些老和尚特别讲讲经，但是又转到论的时候啊，我个人会觉得少了佛陀直接的加持啊。因为就像我们今天听仁波切讲这个完，这些理论都非常好，但是呢，这变成一个上师的加持，你可以用，但是我的想法是把这样子观修的用，又回归到经典，把《华严经》、把《地藏经》都变成一种正念正知也好，变成一种立体的也好，实修。那特别我们汉传佛教是，我譬如说你念阿弥陀佛，那你要把阿弥陀佛的48大愿成为你的观修跟愿力去实践。就像你念大悲咒，他教你怎么样升起什么样心，发什么样愿，而且念大悲咒的时候，六道众生的苦能够消除，如何如何。那当然，最后的目的，他要我们化在实际的待人接物、日常生活，这一点在藏传佛教可能没办法强调太多，因为大部分都是学院派或山洞的瑜伽修行者，所以以目前的社会的多元化，那因为他们这个是靠传承，这个传承就是从古到现在，同样这一部书，这个论在看，而且尊重传承啊。那以目前的社会来讲，可能各位就都要结合这些。所以因为我们用了比较现代化复杂的社会，但是也当然汉传佛教没有很，我个人是认为每天你都可以观修，但也不要太长，一个钟头。那是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是在实际的利他，在利他的行为当中完成消我执的实修，就像强调波罗蜜一样，必须不断的去布施，但是不要忘了布施是为了消除我执所生出来的牵贪，这样，而不要去享受那个布施的这种快乐，不然的话就变成一种福报而不福德，完全跟功德没关系。那如果你没有功德，我想让各位知道的是，只有你自己会知道烦恼又来了，不高兴啊，灰心，跟人家吵架抱怨。所以我要强调的是，不管你有做事没做事，在家出家，基本上涅槃寂静是需要的
啊，这个极静的心态，在南传佛教讲得很清楚，诸行无常，有受皆苦，诸法无我，你要经常去按照仁波切讲的这样去闻思修去实践，事实上是如此，所以根本没有一个我好起心动念的机会啊。再来是因为按照戒律离开了平静，离开了空性，也不符合戒律啊。就像《金刚经》说了，应无所住。那这一点就是我们必须自己告诉自己，那我现在是要把经典里面提到，比如说当然各位看佛教的书，它很容易一直讲菩提心，讲空性，但是有些人还是一头雾水，所以他必须透过，当然如果你愿意看论也可以，但是论在这一点我们汉人强调的是大智度论，一切实地论啊，比较强，而且分类的非常非常的清楚啊。那但是在经典里面也写了很多很多很多啊，平常我发给各位一本一本，然后各位当然最好能够看啊，因为我也知道整部经给各位看，我看很多人大概没时间吧，特别在家菩萨你要忙可以忙不完啊，然后你要自己会分配时间啊。那因为我比较开始出家的这前几年，我是规定我每天早上都在看经典，我下午谁知道我做什么事我都去啊，但是我把它分得很清楚，半工半读。那时候因为最近就忙起来，但是还是要把握，所以我很喜欢一个人，就是因为我不喜欢我进了房间我就不聊天啊，因为我还有时间，你知道你自己要安排啊。当然你进了房间一个人你要看手机看到天亮也可以啊，啊还是忙不完的事情，但是至少每天至少一个钟头不离开经典。我常常讲一句话，经典就是你跟佛陀在说话，佛陀直接在跟你说话啊，不管你看哪一部经，菩萨璎珞经、华首经，我喜欢看这些，因为都是属于菩萨的经典，里面永远提到空性跟菩提心啊，永远，因为所有菩萨的经典他一定要强调这空性、大悲心、菩提心啊。所以那当然对你来讲你就按照这个经典去观修可以，因为按照经典观修它等于说佛在加持你，只要很认真，就像各位都知道念一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在加持你，念个往生咒，阿弥陀佛就在你头顶直接加持你，何况你直接在观修用菩提心在诵地藏经，记住啊，用菩提心，佛的心叫菩提心，菩提心讲来讲去就是佛的心，所以你要了解佛陀的心态，然后直接在加持你啊。所以我也很希望各位下回诵地藏经、阿弥陀经可以念慢一点，就是说加入观修，大家慢慢念佛说阿弥，慢慢用一种愿来念阿弥陀经，而不是在念几遍的阿弥陀经。当然念几遍那个还是要修那个有念经的功德，但是只是说希望你跟这一部经完全相应啊，因为你在观修，你在知道，就像讲经也是一种观修，如果各位老和尚在讲经，你的一步一步经的好好听，然后很深刻，你老和尚就要解释得很清楚，如果你愿意听多一点，可能就是慧性老法师，因为特别他在讲菩萨界的这些，他讲了，我为什么讲慧性老法师，因为他不偏哪一派，这一点比较重要啊。当然如果偏了一派在讲经的话，可能他有一个主观思想要引导你走哪一边，你可以参考了啊。那如果你要研究无量寿经，信范老法师的讲得非常圆满啊，那而且我这样看，我都认为对方在以我的肤浅，当然我都已经肯定对方是发菩提心，我才会看这个人的经典所做的诠释，比如说他解释无量寿经，他解释阿弥陀经，我不以知名度为主，
因为我们是修菩提心的人，菩提心对万法没有分别，对法门没有分别啊。就像刚刚仁波切讲的话，就是你要修观修，你一定要遵守三乘的戒律，就尊重，这句话很重要啊，也不能说只站在无上一切，然后呢你就没有遵守戒律，会吃肉啊啊，如何如何，这样子不符合的啊。所以在这一点，就是说把藏传佛教观修的方法拿来汉传佛教看经典，因为汉传佛教的经典有时候比较纯粹学术的解释，它变成一种平面的，但是如果加上去观修，它就变成立体的啊，立体的。当然不是说汉人没有，从文字般若到观照般若的，到实相般若，这个也是叫你要观修，因为观照般若啊，只是在古时候可能就像我们天台中讲到天台，他就很多要禅修观修了，但是后来又把天台中当作比较学术比较深了一点以后，很多人又抓不到他的方法了啊，因为就觉得格格不入啊。那藏传佛教的优点就是说，就像仁波切今天讲的这些，那转心释法，那是修想满人生，那很多年轻人他觉得这个很短，他就可以背下来啊，他可能会就按照这个次第这样去修，但是呢他又变成很狭隘，为什么？因为卡在这个法里面，他忘了这个法是为了利益众生啊，为了呈现你做一个先生你要怎么做，做一个太太你要怎么做，做一个法师你要怎么做的缘起。所以你会看到听到很多人修家行，修到后来离婚啊，不跟先生在一起啊，大家关系观念格格不入，因为他又完全就对这个法的热衷这样。因为法是一个方便，万法都是方便，不能执着的，它只是对治你的内心，是增加你的菩提心，而不是跟社会格格不入，这一点当然也要注意了。好，所以我现在按照大萨遮尼前子所说经，那当然各位我发给很多书里面都有这样写，那这里面讲说那什么叫发菩提心，这样而已啊，什么叫发菩提心。所以明后天我可能会交给他们印给各位，就是至少我们每天大家念一章也好吧，你可以拿这个来观修啊。菩萨成就十二种圣法才叫发无上菩提心。第一个安稳心，就是我决定让所有众生都得到快乐，这个事实上是慈心的意思。刚刚仁波切最强调叫慈无量心啊，所以我决定要给众生安乐，就让安稳，就像你永远都不缺钱啊，你永远都快乐，那这样叫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包含这个，就是安稳众生。第二个悯念心，那虽然我给对方快乐，但是对方来杀我骂我，我一定要能够忍。刚刚仁波切想发起强力的菩提心，然后呢安忍，这样才会进入明空之心。那我想讲破我执也好，讲明空也好，讲空性也好，目的就是要让你圆满菩提心，因为有了这些果执，那你不可能有菩提心。所以除了要给众生安稳，他来伤害你，你要能够忍，还要继续保护他，保护他不生起退转，没有别的想法哦，那这个叫发菩提心。所以就像这个人精神病了打你，就像老人失智症了到处拉大小便全家弄翻了，你呢圣真里面讲的不是这个，这是故意来找他恶来加你要去放生，你要做烟供，他起了恶意扣在你头上，那你都能够忍下来，我还要继续保护你，没有生别的想法，这叫
发菩提心。那我这样讲，再告诉各位，这是汉传经典的很好的那一部分，就是说他给你写得很细，什么叫慈心，什么叫悲心啊？你可以按照这样去做。当然如果你进入很多大乘的经典，当然你讲空性明空，那你一定要是观修金刚经吧，啊，心经金刚经是最简单的啊。就像我经常做比，如果一个人懂了心经金刚经的意思，再懂得地藏经、阿弥陀经、药师经，那是他没问题了，他没问题，他一定上品往生净土，将来成佛啊。就像我讲的很简单，一个人了解心经跟地藏经，他没问题了啊，他去修没问题。当然站着做个菩萨不能如此，做个菩萨他是众生需要什么我就应该要知道什么啊，这一点很重要。第三个，大悲心。什么叫大悲心？经典这样解释，为了呵护众生痛苦的大重担故，所以所有如母有情众生对我们恩，但是他们却都在生死轮回，这样子的痛苦我要来承担，这才叫大悲心。那有了这个大悲心，才叫真的发菩提心。所以各位听我这么说，那每一条都是戒律，那你要知道说，这个就是我修菩萨戒的戒律，我都要去做。第四个，大慈心，为拔除一切众生脱离三恶道苦故，也不让他们有一点点痛苦，所以一定要完全的拔除他们恶道的痛苦，然后升起这个大慈心，名为发菩提心。第五个，清净心。这个清净不是讲空，它是说对于其他的修行，就是说哇，我想要修个人解脱的恶乘，还是对于愚乘、天乘，我想升天，我想做富贵人，乃至我想证入解脱，对于其他的修行的法门不生怨要故，绝对不会想说我想要升天，或是我想要得富贵解脱而已，我唯一一条路就是要让所有众生都成佛发无上品菩提心，这个叫清净心，就叫清净发菩提心，永不退转。第六个，无染心，没有污染的意思，为离开一切烦恼浊故发菩提心，那这是讲的是处理心，你自己不能有一点点贪嗔痴慢疑嫉妒邪见种种烦恼。那我在这边也希望各位互相帮助一下对方，千万不能说啊，这个反正我不跟他说，说了也没用，说是你该做的，因为你慈悲。佛教里面讲知而不说大妄语，你知道你这个同事，你知道这位法师也好，我们同样都是出家人，乃至各位你已经在做联络了，这位法师爱生气，这位法师有什么要烦恼，你可以很恭敬的跟他说，因为人看不到自己啊。当然一个觉性比较高了，他知道自己有什么烦恼，不然你就会脱离菩提心。叫法师受戒回来了，叫大家要互相鼓励法师啊，你还有这个问题，你还有这个问题，有些不是故意的，那有一些是他的习性，有些是他本来这个烦恼就很重，很重钱啊，所以不能违逆他的心态等等等等，这些你要跟他说了。所以菩萨要为离一切烦恼污浊故，要发起这个清净心，才叫发菩提心。第七，光明心，这个就讲明空了，为求无上自性清净光明照故，念一下：南无清净法身，毗卢遮那佛。各位，你要经常，所以咒，或是你要念这个大光明咒，嗡阿弥陀毗卢遮那，南无摩尼佛，般若波罗蜜。你念这个咒，也可以帮你到达那个心。啊，就像我为了要修慈悲心，念阿弥陀佛，念大悲咒。
我为了要我要帮助圆满药师佛的十二大愿，我念药师咒，那可以啊，就是为了要达到这种光明心，为求无上自信清净光明，这后面还加一个是照。什么叫照？太阳升起来，黑暗就消除，目的是为了对方啊，清净法身毗卢遮那佛光明遍照法界众生，你要这样念啊。我是这样修的，所以我每次念到这样的时候，所以我最近写了 四行字来念一下：谁入极境，谁就是佛，光明遍照法界众生。所以你一定要达到极境自信清净光明，你才可以照幽冥众生。包括各位念点灯祈愿文，当然你也要这样观想啊。所以为达如此，是要达到这种光明心遍照，那这样才叫发菩提心。你不能有暗顿啊、杂染啊、残缺啊，不然就不圆满。所以当然这样讲就符合刚刚那么讲，发起广大菩提心，发起这安忍的力量，让自己达到这种明空清净。因为明空清净呢，是空是本体，明是遍照，我们叫常极光净土啊。所以能够极净才能够遍照一切，你清净了才能够利益众生，那这样来发起菩提心。第八，幻化的幻叫幻心，能诸一切法，能知道一切法究竟不存在，一切法究竟无物，根本没有一个存在，故所以发菩提心。所以凡所有法，一切有为法，如幻如化。你这个要养成习惯啊。因为菩萨必须了解一切法的真实相，你不能跳过去这个房间、这个山，各位看到这个树，吹到这个冷气，看到这摄影师前面这个人佛像，你都要一一用这个诸法无我的法印去给他超越，你不能跳过去，要分析这个电扇它是怎么组成，你已经养成习惯了，所以你就不会被哪一样东西卡住。但是一个妈妈爱她的儿子女儿，她永远没办法接受她的如幻如化无常的变化，她宁可每天祈求她永远活着永远健康，就像女人对爱情的保护，她就没有办法体悟这个。这一点要，所以我发觉当然有些人问题一来他就没办法超越，因为他没有修行这个能知，也就是刚刚那佛教讲见地啊，当然地讲的是不动的知见，不会，我女儿一定会死，我也会死，我也会离开，我也会变化，存在的东西没有一样是永恒的，他已经知道了啊。菩萨要有这个幻心，事实上是接近超越执着了，那才能够真实发起菩提心。所以这里面这样说，能知诸法，那各位就要去分析，要习惯啊。就像我们修变观有两，变观是慈悲变观，第二种是用法来变观，万法都是如幻如化，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各位可以背这个，但是你把这个观修一个钟头、两个钟头、三天都可以啊。所以我们以前观修无常、苦、空、无我，观修两年，我大概有两年被逼的，但是这是我的福报啊。所以你对世间的一切就不会那么执着，重点是在弘扬佛法、推动佛教，这些物体啊、金钱啊、道场啊，这个不会那么想。这有跟我们观修有一点帮助。因为这些东西，所以一片土地给你，你也不会快乐啊。因为就是说要做什么，能够放牛吗？对不对啊？能够做什么吗？因为今天拿十亿给你，你也心脏也不会跳。那个十亿的，这要做什么？因为赶快把它做完。因为对你来讲，没有一个东西是你想要得到的啊。红包大包一点，别人称赞你。拥有做主持、做会长、做联络人，这些各位一定要放了，因为你不放下，你看做事就没效率
因为你想要保护这个位置，保护这个感情，保护这个感受的时候，你就没有幻心可言。那观音菩萨叫无为心，也叫空观心，这样啊，那这样你才能够叫菩提心啊。能知诸法究竟无我故，再来无物心又解释了一次，能知一切无所有故。这个叫什么意思？你没有拥有什么东西，能知一切都不是你所拥有的，你可以控制的。除了万法是虚幻，它是没有一样属于你的。但是我们现在的人都有个归属感啊，归属感，也就是说我们要发菩提心，当然要消除我执、法执各种执着。但是我解释的是说，汉传佛教的经典这些中文，非从几百方面这样给你解释，对我们有更大的帮助啊，所以就比较广，比较广。但是这个广，各位就要花一点时间，每一条你都要观修，这一条我有没有过关？这一条我没有过关，甚至说读完以后，比如说十二条，明天开始你们住同一个道场的，每天你这一条有没有过关啊？你要互相，不要去讲对方的缺点，你要讲对方缺点，因为先讲这个因，发菩提心，深信因果，你只要照这个因，一定达到那个果。但是你要读诵大乘，不然你不知道什么叫发菩提心，会用自己的想法去认为我已经发菩提。事实上修藏传佛教的信徒，哪一个不认为他自己发菩提心的？不然他修什么藏传佛教？那问题是他不太了解菩提心是什么，他可能只了解我的法门、我的上师、我的道场要钱啊。为什么？因为他不够深入，不够深入。这一点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任何的上师的优秀一定要学，但是大乘的广博一定要深入经藏。佛陀讲的是深入经藏，智慧如海。这一点很可惜，藏传佛教没有念这个啊，没有念这个啊，他可能讲深入论藏吧啊，但是佛经讲的是深入经藏，智慧如海，这是我们的戒律，不然你就没办法破我执啊，只能讨论破我执。所以无物心一点不是你所用，作为一个妈妈都不会这样想，这个儿子女儿很重要，每天替他想，替他工作，替他赚钱，这样啊。所以因为我有一个拥有，有一个依靠，这个依靠没有了怎么办？所以当然我们带着居士在修行的时候，居士当然是很希望有所求了去做，但是这是我们要对他应该要跟他提的。既然我们一起要发菩提心，那菩提心的形象严格上讲起来几千条，那从各个方面去描述，特别在华严经里面啊写的特别多了。再来第十，坚固心。什么叫坚固心？于诸法中不可动固。诸法爱世间八法，爱你恨你啊，一切变化叫诸法，你如如不动，坚固心，这一点就相应一波罗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因为所以我们叫菩提如高山，菩提如盘山，坚固不可，所以这个叫安忍，在学术上叫安忍一切啊，众生忍、法忍、地察法忍，你最后才可以安忍，那这样才有菩提心。只是这一部《大摄之尼前子所说经》呢，各位最好看，因为现在政治的问题很严重。那这部经里面特别想了一个国王，每一个国家的国王他应该用什么方法来修空性跟菩提心。那事实上这位尼前子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本身，他如何度国王的故事，如何发愿的故事，如果什么样子菩提心，所以要这样去了解。第十一，不退心，能证诸法究竟禁锢，发菩提心。无无明亦无无明尽，这个尽你不能黏着哪一个啊？能证诸法
究竟都是涅槃的虚幻的，没有一个卡住。你不能说99个我放得下，就 0.1 我放不下，那不行。我这个人就什么时间都可以，就不要惹我那一点，这样啊。那菩萨不能如此，因为这里面完全无我，不退不退，就是说我没有一个我，这也叫无所谓啊，无畏的。我没有哪一点你可以攻破的，因为我只有一个永恒的为众生利益大悲心成佛的愿，那没有哪一点会卡住我的。所以因为一切诸法究竟都是涅槃寂静的，没有一点啊可以跳不过去的，那一关跳不过去的。有时候各位这样讲好了，这个人你要跟他讲什么要小心，这个不好商量，他会翻脸啊，因为他卡到一个点，他有个自尊，他有个脾气，所以他有个面子问题，这一点不能伤他啊，那这样就很难很难跟你谈啊。所以各位不能爱面子自尊，这一点不行，所以要把自己打到完全没有一个不能接受的层次啊。那这一点如果你要真发菩提心吧，就应该如此。第十二，度众生不生厌心，这很容易了，度众生不能讨厌，而且如说修行故。既然你发起这个心，你要按照这个真实去做啊，理观如一，这个叫发菩提心。好，那各位听我这样说，那你就一定要多看大乘经，因为写得非常清楚，而且讲了以后，对我们，像我自己念过一遍，然后我自己就会很认真。虽然我们没办法做到完全的，但至少这个方向不会退。那你当然整部经最好你要花时间把它看完啊，特别像各位比较年轻出家的，你们忙是可以忙，但是不要没事要忙，你要忙光在房间就可以忙三天忙不完，你要怎么忙都可以，对不对？现在又有手机，那真是完蛋了。但是你一定要把这几部经看完。所以我那个时候苗栗弘法院，我们现在在整理，我是希望真的有空，你们可以去申请住49天，我们给你放饭给你吃，但是你要把这些经典读完，不是在里面度假啊，逃避心情不好。那我的意思是说，49天，乃至变成2个月，变成几个月，但是你把你研究的经藏的精髓，就 copy 抄给我们，我们就帮你推嘛。啊，但是这些精华，我为什么要这样说呢？佛陀就在你家，就在经典上面，不要往外找。我发觉很多人在追求名师，追求上师。有些人根本懒得看，就把经典放在那边，他从来不看啊。但是他有很多理由说不懂，我不知道啊。我用我的个性想法在做事情。好，这里面写的如何修慈悲心，菩萨如何修慈悲心，也就是说慈悲观啊。像仁波切讲，你要修慈无量心、悲无量心，怎么去做？那经典里面写的非常好。第一个，菩萨在闲静处，清静的地方，独处宴坐，单独打坐，端身舒缓，就像妻子坐一样，结跏趺坐，现前观察，心即厌离，你要去观察这个世界没有一样是你可以抓得住了。安住正念，心不外缘，先要有出离心，然后安住正念，不攀缘，做事思维，诸有情被多起嗔害，做不善业。虽然我们自己信因果，有出离心观察了，但是可怜的有情众生多起嗔恚心，伤害众生之心，做了种种不善业。腹常清净不善丈夫，什么叫丈夫？老师师父都叫丈夫啊，因为他以为他是
他的老师他是伟大，就亲尝又亲近这些不善之事，更过来无状于我起烟愁想，我发心做菩萨，我想要帮助他们，他们却去亲近这个外道恶之事，而对我莫名其妙还把我当敌人当仇人想，或于过去，或于未来，或于现在，岂如是业？所以这些一般的人，过去也好，现在或未来，他们很容易亲近恶知识，去伤害真实发菩提心的菩萨，造如是业。所以我亦令彼一切有情所起嗔害，皆得断除。因为修慈悲观，最主要的是要断除嗔恚伤害，不但断除自己的，也要断除众生的。所以我的内心起了要让所有众生所生起的嗔恚伤害都得断除，而令这些伤害我的众生令彼坐于菩提道场，让他们成佛，坐在金刚树下，如是之事不为言说。这个不是光讲了嘴巴，我们来讨论。十四菩萨甚深意乐，随顺思维，这是菩萨甚深从心里面真正的意念，他想要这样帮助众生，和随顺这个思维，你要一直这样想。是名菩萨能修慈悲，所以我想我们讲了，当然就是这是《宝语经》里面写的这一段。当然慈是给众生快乐，悲是拔苦，但是他特别讲的是这些伤害众生的，自己不伤害，我们还对这些嗔恚伤害众生起了悲心，愿让他们成佛。所以如来成就大慈平等，普为一切有情，如来于义有情起于大慈，于一切有情无有义。所以每一个佛都成就这个大慈平等心，普遍为所有众生。所以如来对一个有情起大慈，不是光一个有情，而是与一切有情都一样。在这里面描述，既然我们修慈悲心，那如来怎么修慈悲心呢？我们要这样去学，要随顺思维，随顺如来，变成一种戒律。所以如来大慈虽遍有情界尽虚空界，然大慈边际实不可得，这无有界限的，这大慈边界实不可得，所以叫慈无量啊。所以每一个佛的大慈心虽遍有情境界，有情就是十法界，当然佛已经成佛了，但是其他的九法界都还要继续努力，而且尽虚空界虽然这样子去大慈大悲，但是呢无有实无可得啊，也心经讲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只管无边无边的奉献而无所求。如来成就大悲，不与一切声闻缘觉诸菩萨共，这句话真正的佛成就大慈悲心，不是阿罗汉或独觉或是所有的菩萨在做的慈悲。因为如来慈悲，如来于一切一有情起大悲，是说如来对一个有情起大悲心的时候，跟所有任何包括嗔害伤害他的有情无有异平等的大悲心。当然就像佛陀过去对提婆达多跟对任何人的慈悲都是一样的，骗一切处。所以菩萨能够成就这种深固的慈心才叫菩萨。好，所以时间到了，但是各位希望啊，我的意思是说，就算你没有像今天有感谢仁波切这种伟大的善知识来教我们，经典写得好不好啊？太好了，每一部经都没有一字废话，没有多一个字少一个字，你去把它观修吸收，从文字般若了解，了解以后观照般若，就像我现在在解释观实相般若，证入这个状态，那你就了。但是不要以研究为快乐啊，以研究为高低分别，因为我们是要去实践在有情众生身上啊。那当然呢，在藏传佛教里面呢，就比较单纯，入菩萨行三十七颂就几本跟慈悲有关系的，其他不多了啊。但是汉传佛教啊，这个
个大藏经陀就祝福在柜子里面啊。啊，各位一定要要求自己每天看一下啊。今天突然两天没法会，你两天可以看到两部经啊，七天看完一部华严经啊，给你三个礼拜把大般若经看完啊。因为你一个人在认真很容易，佛就会加持你。记住我这句话，当你在看佛的脸的时候，佛就进入你心里面；当你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阿弥陀佛直接进入你内心里面。老实念佛，一心念佛，当你认真在看佛的大乘经典的时候，佛直接加持你，让你完全了解里面的意思。千万不要看不起自己，我不懂字， 我小学毕业，因为那是借口。佛法不可思议啊！因为如果有人愿意深入，既然你要发菩提心，你一定要深入经藏，智慧如海，你才能够同理大众一切无碍。我这样说的意思是希望我们不分在家住家，既然我们愿意承担佛教的任务，不要有借口，一定要就像我现在讲不到40分钟已经够我用了，我可以用一辈子啊，何况我们每天都可以吸收这么多，你才不会永远在做杂事。为什么我发现现在一直做很多事，但是它没有产生佛法的效力。我只要说这个人就是这个做事，他就是他在做，因为他做出来都是那个样子。一个年轻的法师到老了开了一间寺庙，反正我们都知道他在干嘛，这样而已。因为他没有佛的讯息在里面，只有他个人的思想行为在里面。所以一定要深入经藏，这个深入就是一种观修啊，这个深入就行深般若，你要进入佛陀的心，所以你用念佛、用诵经、用观修持咒，跟佛合在一起，在以佛的心去做社会的事情，就说我们慈悲智也好，生命电视台也好，不管你在放生也好，你必须用佛的心去放生，用佛的心去做烟供，对你才有帮助。不然呢，浪费了，重复一个功德啊，变成放五只鱼，变100只鱼，变2000只鱼，但是对你没帮助。因为你要问你自己，平静了没有？有没有力量去帮助众生？啊，特别我们现在在超度，超度是靠佛的力量，不是我们的力量。你超度，你就像刚刚这样念经，跟他说明，他就超度了。因为他的心得到了很大的佛的思维的加持啊，经典的直接入心，所以把佛说阿弥陀经拿来观修非常好啊。当然你要先了解，把几个善知识，是叫五义大师也好，宾中法师也好，解说的佛说阿弥陀经你看过一遍了，然后大概意思你抓到了，你就抓到里面你懂的意思去观修就好了，就非常够用了，然后就把这个思想传递给众生。所以念下来，菩提心进入空性，利益众生。嗡啊哄，记住啊，这是感千的末界的时修为非常，因为他经常念嗡啊哄，嗡啊哄。你要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入我心，阿弥陀佛透过你的心去利益众生，嗡啊哄。然后将来圆满。好，念一下。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好，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慈悲的奉献究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所以生命电视台带着大家吃素放生施食救苦救难，到处去利益众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让佛陀的智慧，让佛陀的大悲心充满这个世间。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Om Sati Samsung Tokçaya Kariye Kidu Görme bak sonkun ki pöpayi Dame da peyan yena veri Gelekşi pepe mozum yurci Gelekşi pepe mozum yurci是为了透过历史的遗迹，强化对佛法的信念，使我们在精进中屹立不懈。在坚信不疑的每一个憧憬，借由积极的修行，方能更深入了解佛陀遗留人世间的宣达，让身历其境的佛弟子赞扬、称颂、崇仰。历史的文明蔚然可观。寻访艾罗拉石窟群后，慈悲的海涛法师随团一行人继续前往另一个与艾罗拉紧邻相依的阿珍塔石窟。阿珍塔石窟和艾罗拉石窟皆是南印度最珍贵的艺术瑰宝，别于艾罗拉石窟，则是阿詹塔全部皆为佛教石窟，开凿时间也较早些，大致约在西元前二世纪至西元后七世纪之间。石窟始建时正值阿育王时代，石窟内的壁画及雕塑被视为是佛教艺术与世界绘画艺术里的经典。阿詹塔石窟位于德干高原的温迪亚山脉上，凿筑在一个林木茂盛的马蹄形溪谷中，河谷底部是瓦格河。阿詹塔石窟共拥有29个洞窟，分布在河谷南侧陡峭的岩壁上，从东到西绵延550余公尺，土壁高约76公尺。山崖窟全为火山玄武岩材质。爸爸，你走进阿詹塔石窟，弘法之旅继续穿梭在2000年前古文明丰饶且庄严的建筑群中，踏足在佛法兴盛时期所烙下的痕凿，揭开起另一幕佛陀教法永恒的见证。
护生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